红椒，对呀、啊，中国人最喜欢吃的鱼头嘛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哇，很像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是用酱炒出来的，然后用酱油炒出来的。我先尝尝，快点吃这个。男人大口吃肉嘛。我也来尝一下。很嫩，很适合中国口味。是吗？不要忘了在这里来吃红鲷鱼啊，鱼头嘛。嗯，肉。多吃点。你吃鱼眼睛吗？我不吃。哎呀。哦。完了吧。小心。很腥啊，这么看看。日本产的红鲷啊，红鲷。